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元龙法师，我没出家前，最早接触的就是净空法师的讲法录音。老法师是我的启蒙恩师。 我听到老法师的开示后，就诵《无量寿经》，念佛号，依老法师的方法修行，两三个月就得到了殊胜的感应和觉受，从此对佛法深信不疑。 虽然由于前生因缘，我发心出家，并到了藏地，一住十几年，可是净空老法师的引导之恩，永怀终生。有些人诋毁老法师，多出于嫉妒心理，老法师。 弘法事业大吗？真正非法的人和事，他们不说；搞明文利养的，他们不说；教人走正路的，却要造谣诽谤。佛菩萨教化众生，都是先教断恶修善。 在破迷开悟，人都做不好，修什么大法？老法师倡导传统文化，利国利民，教好了多少人？多少人听老法师讲法，念佛往生？这些实力就在眼前。 有目共睹，希望诽谤者深思。你在网上讲话和在自家屋里不一样。你到网上诽谤，每一句话全世界都看到了，而且别想收回。这是个空前的时代。 过去没有的，有一天你发现自己错了，想后悔，全晚了。德山宣鉴禅师见到龙潭，才被折服。之前他也是要护法，要扫魔，等你明白了。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德山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呀，还是深思一下吧，不要随便开口，因果可怕呀，看看《百叶经》，辱骂圣者是狗，虽然忏悔了。 还是几百世做狗，对境太严重了。有些人名字不提了，著书造论，诽谤老法师，诽谤会集本，结果得大病疾死，苦不堪言，必须忏悔呀。 汇极本无量寿经，是黄念祖上师提倡的。他老的上师贡嘎仁波切，那是红深成就。他老的另一位上师王家琪也是红深，都是修大圆满。 法性境地的正悟境界，黄老往生也是放光现瑞，舍利极多。他老的正量，绝不是资粮道、加行道能有的。他老是真正莲花生大师摄受的。 具德善知识、具相上师和净空老法师同心同愿，一起弘扬净土法门。净空法师提倡一位上师、老师，一个本尊、弥陀。 非常正确。这个时代不能分心。我见有人今天读了《金刚经感应录》，就念《金刚经》；明天听说《金刚萨朵忏罪最快》，就念《班杂萨朵哄，后来。 又看了山西小院，改诵地藏经，再后来又改修观音法，这样换来换去，一辈子相续中，连少分功德都不能升起，死心塌地念一句佛号。 祈祷弥陀本尊非常好。很多人思维世间无常，轮回过患很久，出离心还生不起来。你一心求生极乐，不就是出离心吗？去极乐做什么？不是去享受。 是为了具足度化无量如母有情的能力，这个就是菩提心。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你原一句佛号，得道即止，升起圣观，这就是空性见。 念佛理一心不乱，就是安住于离系光明正悟法界本体。一句佛号，三世道可以具足，多么殊胜！佛陀传讲无量法门，门门可入，众生根气不同。 就像人吃东西，有喜欢甜的，有喜欢咸的。藏族人的糌粑酥油，汉族人不一定吃得惯；西方人的饭，中国人也不愿天天吃。道理是一样的，并不是佛要制造差别。 而是众生有分别念，一旦弃入圣意地，世俗名言中的差别相才会泯灭。要安住心性，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大都是修一个上师的一个口诀而成就的。这个道理。 很多人不懂，今天教内法门极多，很混乱，有正有偏，还有邪，初学人没法子辨别。古代没有，这是信息时代一时代的特色，所以佛菩萨说法侧重点。 也会有所改变。苦口婆心告诉大众，不要乱跑、乱投诗美其名曰广学多闻，其实是得不到法喜的乱撞乱世，就一部经，一句佛号，好好修，很好，非常对。 一门深入，现代人很忙的，要传通俗易懂而简约易记的法。你们看，敦珠法王给西方人传的五加行仪轨太短了，我们的前行多长，略的都比他们长。 这就是应机。净空老法师传的法非常应机，契合现代人。这也是老法师无伪菩提心的流露，我们必须赞叹。元龙法师佛法开示，元龙法师。 籍贯河北，听净空法师讲经，对佛法生信，后出家于山西五台山十方堂，在藏地雪域居住修行十余载，亲近过诸多藏传佛教大成就者。 现为四川甘孜州道孚县大成就金刚上师隆多仁波切逝者净空法师的恩师张家活佛七世，张家活佛简介。七世张家明。 罗桑班地达丹毕荣美，光绪十六年 （1890） 出生于青海省一藏族家庭，父亲名格尔玛林庆，母亲名苏木吉德。光绪二十五年 （1899）。18 99, 八岁的张家奉诏进京，住席松柱寺。光绪帝在内廷召见了他，受封继位为第七世张家呼图克图，上承皇语，颁赐金印。次年，受为札萨克大喇嘛。 札萨克蒙古语音译为“执政”之意。清代首先将内蒙古二十四部划为四十九旗，每旗设札萨克一人，由王宫中选拔担任。如赵峰世袭罔替，则可世袭。 札萨克为一旗之首，综管全旗军事、行政、司法等事务，受理藩院和将军都统节制，命其常驻北京，继承前世所有封号。张家活佛教化的区域。 有内蒙古四十九旗、青海二十九旗的广大信众，他所管辖的寺庙在蒙旗达三百多所。此外，在西藏、青海、内蒙、辽宁及北京、五台山等地，各有其主管的寺庙。 总计有为数十万喇嘛，皆是其出家弟子。张家大师每年寻化蒙旗，每次应供，向其顶礼者日有数万人。每到一地，即成为蒙旗人民信仰的中心。一九零一年。 光绪二十七年，到五台山住习镇海寺，朝拜各寺，诵经拜佛。同年夏天，到多伦住习会宗寺，按前世惯例，以统管内蒙古藏传佛教札萨克大喇嘛身份。 视察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情况。一九零四年九月，由内蒙古回北京，清朝政府命他依前势力管理京城及内蒙古藏传佛教，并颁给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 印绶和敕书。次年，德宗赐貂皮坐褥、九龙伞。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七世张家赴五台山筑镇海寺，坐禅诵经。一九一二年，清帝退位，民国成立。 同年八月，七世张家从五台山回京，发表声明，拥护民国政府，开始赞助共和活动。同年十月，民国大总统加封七世张家为“弘济光明大国师”尊号。 加给年俸银一万元，再封七世张家富为辅国公，母封公夫人，其弟被授予三等家和章，其师达其札木苏授予莫尔根堪布尊号。一九一六年一月，加封。 昭阴产化四字名号，册封为大总统高等顾问，冠顶普善广慈弘济光明昭阴产化宗祠皇教大国师，发给金册。七月加年薪一千元，并由陆军。 拨一支警卫马队随身护卫。一九四七年，在南京召开中国佛教会首届会员代表大会，七世张家大师当选为理事长。一九四九年前夕，七世张家大师。 申请回青海家乡探亲，未获允准，随之到了台湾。一九五零年五月，七世张家大师在台湾被总统府聘为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一九五二年。 在台北召开第二次中国佛教会代表大会，七世张家大师再次被推举为理事长。同年九月，他率领佛教代表团赴日本东京参加第二次世界佛教徒大会。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菩提树》杂志创刊于台湾，七世张家大师任名誉社长。一九五三年三月，台湾中佛会在日月潭建成玄状寺，安置由七世张家大师等。 从日本所还的玄奘法师顶骨。同年，他随中佛会在宝岛宏教。七世张家大师，晚年在台湾，常常思念大陆蒙藏同胞，思念青海故乡，但是。 由于海峡隔绝，唯能寄情于无限的回忆之中。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七世张家大师历经六十八载沧桑岁月，在台北台大医院安详圆寂，巨归大化。 台湾当局为他举行了葬礼。临刊在北投涂皮时，原是阴雨蒙蒙，日轮无光，不易随后火焰腾升云层，一时顿现莲花形，光彩耀目，异乡氤氲十里之外。 信众叹为观止，舍利多达六千余粒，并成金刚宝六字轮等瑞相。历史张家活佛舍利塔，昔日多存于山西五台山镇海寺。 七是张家大师设立塔，建于图皮原址，台北市北投区祁岩路一五一号中和祥寺后山。大师设立塔前，镌刻有印顺大师撰写的。 护国净觉辅教大师，张家呼图克图设立塔碑记，名赞七世张家大师为为唐之玄状，差堪比拟。七世张家大师一生简朴勤修。 戒行圆满，过午不食，博学多闻。笔者在阅读当代高僧净空法师的著作时，看到净空多次提及曾随七世张家活佛学佛三年的点点滴滴。 大师风范跃然纸上，感慨良多，始于不仅为之潸然。张家大师还曾与台湾著名大善之士东初老人（一九零七至一九七七） 77, 一起影印。 大正大藏经，七是张家大师终生爱国爱教，弘法立生，他鞠躬尽瘁，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弘扬佛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 随着七世张家大师的圆寂，其转世系统完结。但是，大师一生风范，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怀念。主云法师讲述张家大师的神异异事。 张家大师圆寂后，笔者以其他因缘未能参与丧葬，抱歉书圣。十八日为典礼委员会议决之检古日期，笔者幸得目击其万千颗舍利。 不仅欢喜赞叹，而五体投地。按是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以及典礼委员会主任委员刘连克、典礼委员李子宽等诸位，自上午起已开始剪骨。 显得舍利甚多，有似珊瑚枝，而上连甚多小利，有圆粒形，有连珠形，最奇者有一颗扁圆形而有八轮，有一颗似佛珠圆形而有孔，有似粗珊瑚枝。 而难以明其形状，颜色则以灰色最多，绿色较少，白色圆粒者以数十颗。心脏则似透明之海绵。下午二时许，在场人众静观设立后。 由诸法师们上供，典礼委员、受遗嘱者诸公分别供祭，有蒙藏委员会特备迎灵专车，迎送至青田街张家大师生前住席处上供，供祭。 加以甘珠尔瓦大师、甘珠活佛之密宗念诵，于是此意迎接灵骨，乃告完成。十九日上午十时,时，乃由上述诸位至青田街，在检点未尽之舍利。 此时，已将昨日检出者分别八叠，及一大玻璃缸，由各报馆摄影记者一一摄影，以留纪念。文典礼委员会有公开陈列，供远近信徒瞻拜之一绝。 倘能见诸事实，我想全体佛教徒没有一个不欢欣鼓舞的。张家大师圆寂了，在佛教方面来说是一件无法估计的损失，可是，在大师本身来说， 那是尽善尽美的完人，以世间法来说，他是背吉哀荣总统亲王至济，以佛法来说，他的成就也是不可思议。火化后所捡获的舍利成千成万，除佛以外。 大师第一，这最后的瑞相，又不知度化了多少人，因睹舍利而感动信仰佛教里。对于大师事迹以后，各方好奇的人士，有两点特别关心：第一， 是二十世的呼图克图在哪里转世？第二是火化后看有没有舍利出现，这是望高得重的大德，最后的道德考验。如果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后没有这一招舍利。 恐怕不知多人会骂他是政治和尚，不修行力。至于张家大师也是如此，多数人也是以为大师每天与中央党政显要人物周旋在一起，担任了中央要职。 整天应酬就来不及了，哪里还谈到修行？可是大师最后这张王牌舍利抬出来，又不容你不相信了。在大师未火化以前，就有人问我，大师有没有舍利？ 我就断定的说有，并且还不少。可是有人不敢这样的决定。我之所以大胆的坚定相信着，就是亲闻大师口述他自己过去所见的灵异，那些不可思议的境界。 不是常人所能见到的。金江大师告诉我们的奇迹，略记数点，以供读者并至纪念。亲临大师谈往事。四十四年的夏天，大师环岛弘法。 我也追随大师跑了二十天。有一天，我们与大师在一起。那天，大师很高兴，把他过去的经过一一的告诉我们。在场的有道源老法师和我，大师副官陈敬轩等。 大师出生在青海大通县，兄弟很多，他是双生子。与大师同胎先出生的是大师的姐姐，现在随侍大师的贺永庆居士就是这位姐姐生的。贺永庆的大哥。 也是一位活佛，与现在甘珠活佛同年。他三岁时就学会吟诵的礼节，并能辨别善恶。七岁出家，九岁进清廷皇宫，十四岁拜大国师。大师说，他十岁时。 有一天，慈禧太后心痛得很厉害，医药罔效。太后把大师抱在手上，对大师说：“活佛呀，我的心痛得很厉害，你要救救我呀！”大师说：“我替你念咒，并用手。” 在他胸前磨了几下，说也奇怪，太后的病忽然好了。又一次八国联军打到北京的时候，北京城已经差不多围困起来了。这时，慈禧和光绪急急要逃命，又不知。 往哪跑才能够逃出虎口？李莲英把大师抱起来说：“活佛呀，我们要逃命了，不知往哪里跑好呢？”大师用小手向西指，大家很高兴地说：“活佛指向西方。” 我们依着方向逃生，结果真的逃出了重围。弟子注：此段可参见《国史馆十九世张家大师年谱》。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张家活佛十一岁，本年下抗旱。 清帝下诏求雨，设坛弘仁寺及瞻坛寺，内供印度刻制之檀香木释迦牟尼佛像。大师与阿加胡图克图领导诵经三日，大雨滂沱，旱灾顿消。 所供檀木佛像重新装金，大师诵经礼佛时，发觉佛眼上视，寻知师父达非吉照，未几，全匪乱起，八国联军入据北平，大师李平经定州。 龙泉关至五台山避乱，旋赴太原。夜光绪帝及西太后，近白银千两。西太后见面大哭，无以为赠，以亲手所画折扇与之。西太后忽云心痛。 请为诵咒加倍，大师为诵长寿无量佛咒，须臾即愈。次日，召见大师，问前途修旧。大师答：以往西行，当时外传将东归，以博西太后欢。 大师师傅，则大师言师当，然结果仍西幸长安。西太后深感大师灵异，特命在兰奉赠珊瑚念珠一串、黄缎四匹，以达之。文殊菩萨。 向张家活佛示现，冰寒天，一僧献莲花。大师张家活佛有说道，他在五台山的事，他在五台山不知见过多少奇异的瑞像，并由陈敬轩居士证实。 古树其详，笔者最记得清楚的是两件事。有一年冬天，北方的严冬可以说是冰天雪地、跺指裂肤的寒冷。有一天早上，大师正在吃油炸的麻花儿，看门人来报。 说有一位汉僧求见，不一会儿来了一位汉僧，穿着大袖子的棉布衲袄，肩上挂了一个毛竹筒。见了大师，长衣不拜。大师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从来的地方来。” 汉森达，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大师问。“到去的地方去。”僧达，你姓什么？”大师问。“幸佛。”僧达，大师接连碰了三个钉子，也不再问他了，随手拿了一只麻花给他吃。 他也不说一声谢谢，随手接去，往大袖里一藏。因汉僧与喇嘛服装不同，大师又再给他一只，他不要，并说：“出家人不贪心，一只就好。”他把身上的竹筒取下来。 放在桌上，跑出去了。大师以为他出去小便的，并派人同他去。可是，一走出门就不见人了，前后左右遍寻不见。最奇怪的是那只竹筒里，大家好奇。 看桶里藏的什么，倒出来一看，是一朵最新鲜的白色莲花，就像刚从莲花池里采出来的一样。当此苦寒的朔北之野，竟有这样一朵出污泥而不染的新开放的莲花。 这不是文殊菩萨视线，又是谁呢？沙中顿现甘泉水，在一件不可思议的神异，是大师张家活佛朝南五台的时候，大师说他一共朝南五台有十八次之多。 那一次是第十三次吧。那次随从去的人很多，并且还有驮马之类。天气又热又燥，不知怎的，忘记带饮水。走到中途，口渴的不得了，当时一滴水也没有。 大家四处为我设法找水，只有我张家活佛一人留下看东西。等了一会儿，他们没有回来。我取了一只瓷碗，沿着山石边寻水。有时有水从山石中冒出，慢慢的流下来。 可以用碗取一点水解渴，可是这样找山石流水还是没有。后来忽然在沙漠上发现了甘泉，那是一块水塘，里边的泉水清静湛然，一点浑浊也没有。 看到这种清泉水，心中不免自然而然的也清凉起来了。我张家活佛拿碗弯身取了一碗水吃下去，这时的身心顿然清凉。正当我喝水时，对面来了三位汉僧。 炎夏的天气，他们还都是穿的新棉袄，也不热，也不流汗。我看到他们三人来了，我很欢喜的请他们喝水，他们每人也喝了一碗，然后再取一碗，然后再取一碗请我喝。 并合掌称谢而去。我又把第三碗水吃下，忽然想起大众，他们恐怕还没有找到水，我就去找他们，快来这里喝水。说也奇怪，当我找到他们回来，这里的一滴水也没有，连水塘也不见了。 可是我吃水的那只碗还在那里，碗中还留着一点水未喝尽，地下沙土上还留有一滴一滴的水渍，分明在那里。最奇怪就是刚才所见的水塘，也成为沙漠地，根本就没有水塘的样子。同时。 再派人去找那三位汉僧，也没有了。大师，张家活佛这故事与玄奘大师去印度求经时，中途在沙漠得水是一样的情形，可谓不可思议。这一定是文殊菩萨显圣。 献出水来解救大师，更见大师之道德感召。不然，为什么随去的人都无福引到清泉甘露呢？大师张家活佛说，他从上午吃下这两碗凉水，一直到第二天。 还感觉通身清凉，有说不出的清安和畅适。在屏东东山寺住，今日屏东佛教重镇东山寺的安乐塔，仍有供养张家活佛设立，也有一次轻快的境界。 大师说：“那天从中午十二时至下午六时，共有六小时的时间，境界特别好。大师他自己说，已有二十年没有见此好境界了，心如止水。虽然也有人来客访。” 为青年们提纪念册，可是丝毫没有动心，这又是何等功夫！奇怪的，那一天夜里，陈敬轩所用的大照相机给小偷光顾去了，价值一万多块钱。大师若无其事的，一点声色也不动。 他说：“大陆上我所损失的财产是无法去算的，这一点又算得了什么？何况是身外之物。然而更奇怪的，那架照相机又在围墙下面给人发现了。小偷既然光顾去了。” 为什么又不带走？是否是护法神和大师密行道力的作用，亦未可知。可是，大师那种得之不喜，失之不忧的海量，亦非寻常人所能做到的。大师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 当时我就想为文发表，以彰其德。然而恐怕有人要说我又在说神意怪诞之事，同时也未得大师同意，不敢多事。现在大师火化后，种种的瑞相。 成千成万的五色舍利出现了。这时，我再来说这些话，读者们一定会更相信大师所说的和我所写的都是真语者、实语者了。编者按：七世张家活佛。 与十九世张家活佛是藏传活佛转世的不同说法，即第一世从哪里算起？其实说的是同一个人。南庭法师赞净空法师恩师，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不仅是以边疆领袖而为政府所倚重，还有为人所不可及的德学，同时也具有人不知而不愠的风度，甚于语言，不求人知。至于他的德量， 雍容而和厚，没有是非之心，没有微服的观念，这都是他人所不可企及的。南庭法师文章摘录：护国净觉辅教大师张家呼图克图。 舍利塔碑记，印顺法师，张家呼图克图，家当巨子，蒙江教宗，位居四大喇嘛之一，旧风既别，诚愿再来。 震旦元身，受风累业，其本是神德，故非常情之所可测也。大师旦降青海，又助神聪，九岁言游帝都。 既因张家呼图克图之风味，灵奇隐悟，誉满精华，待长教通五部之深广，学穷四续之精微，行禀菩萨比丘之仪。 力修中观愚邪之要，化服僧俗，望众蒙起，心亥定革，拥戴共和，北伐完成，益赞书府，受封号曰静觉辅教大师。 执国运屯瞻，屯詹中京抗战，堪乱诸义，大师效忠国家，号召边远，伸张大义，秉持异端，虽敌寇之胁诱，坚师。 而护国佑民之本怀不特，胜利还都，曾袭尊号曰护国敬爵辅,辅教大师，飞袭台湾，弘教有民，孜孜不倦，胆忠诚于国祖。 崇德望于人寰，方知古习虽宝置之居良，佛徒成之再赵，灭以家焉。大师宣化蒙起，普施法语，主持中国佛教会，临表资流。 历时十载，化形坤岛，雨会东瀛，欲扬国光，言浅魔外，迎壮公之设立，起末节之法言，体空有之义如，容正教而无碍。 信乎狮子贫身，非夜丹行基之可比也。化缘既毕，遂反明真。时民国四十六年三月四日，世寿六十有八。政府李龙追悼，字总统。 以及各院部会首长，均亲临致祭，哀动朝野，悲感咨诉。身后殊荣，唯唐之玄状差堪比拟。土皮得舍利六千，灿若连珠。 赞同结蕊，自非成通智化，力竭形身，宁有敏机全俗，而殊降异端，若思之胜者乎？政府明令褒扬，追从玄德，未见设立塔。 于北头之福寿山，瞻真实之巍峨，缅临风而仿佛。呜呼，圣德米牙，悲怨何及？众生待度，当成道家之慈航。米行难知，且记。 画鸡之牙掠云耳。张家大师世集五十周年纪念册。源远流长续，净空法师。今年是张家大师世集五十周年。 大师是我学佛启蒙的恩师，承蒙恩师指示成佛之道，饮水思源，深深感恩。学佛至今五十六年，讲经教学四十九年，能在佛法中得到一些真实受用。 都是在老师会下三年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张家大师在蒙藏地区，当地人不称他大师，而尊他为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是蒙古语。 有明心见性、生死自在之意。藏传佛教中，黄教的四大呼图克图，一般称为四大喇嘛，包括前藏的达赖喇嘛、后藏的班禅、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 即内蒙古的张家呼图克图，张家呼图克图是藏传佛教内蒙古地区最高的活佛及宗教领袖，通常被视为文殊菩萨化身，与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并称为蒙古两大活佛。根据相关传记的记载，张家呼图克图至今共转十九世。我的老师于清光绪十六年（西元一八九零年）出生于青海省，本名。 罗桑班殿丹毕柔美，意义善慧吉祥教,教灯，三岁时即被认定为第十八世张家活佛的转世灵童，迎入朝藏寺，后随经师达奇扎木苏学习佛法，七岁出家。 并举行第十九世张家呼图克图坐床大典。九岁时即被迎请进京供养，获清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册封，继位为张家呼图克图第十九世张家大师的教化区域。 拥有内蒙四十九旗及青海二十九旗的广大信徒，他所管辖的寺庙在蒙旗内有三百多所。此外，在北京、辽宁、热河、绥远、察哈尔、多伦、青海和山西五台山等地。 都有属于其主管的寺庙，每一寺庙所住喇嘛，多的有三四千人，少的也有三四百人，约十万喇嘛都是他的出家弟子。他是内蒙人民信仰的中心。张家大师是慈禧。 北洋军阀及蒋中正山朝国师备受殊荣，曾受清德宗敕封札萨克大喇嘛之号及普善广慈大国师之印，并驻席北京。一九一二年以后，民国成立。 张家受到政府尊崇如故，先后受封弘济光明、昭阴产化、护国净觉府教等德号，历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职，对台湾早期佛法的红船留步。 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老人家博学多闻，精通汉、满、蒙、藏语文，虽位居高官，仍严持戒律，慈祥诚敬，亲切和蔼。处在他老人家身边，即使不说话。 也感到特别的平静安稳。我在二十六岁时，方东美教授告诉我：“佛是大者，佛是圣者，佛经是高等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才开始学佛，看佛经，接触佛法不到一个月。 承蒙邻居闽孟经，清朝末年蒙族的一位亲王，人称闽亲王的介绍，认识了大师。虽然我亲近大师的时间不长，仅有三年，但影响至深。方老师介绍我入佛门，但未知其详。 张家大师教导我读释家谱、释家方志，才真正认识世尊。在李炳南老师会下学习经教十年，是以至诚感通。若不是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为我奠定而后学佛之根基。 虽有十年经教学习，也得不到如此大的受用。知恩报恩，确实为世出事法成就的基础。中国五千年文化绵延至今，其根本即在于父母恩、师长恩、压反哺、羊跪乳。 人若不知恩义，禽兽尚且不如，何能成佛？我们的生命得之于父母，法身慧命则成就于佛陀师长。恩德宏深，欲思回报，则欲感恩深难报。今日全球气候异常。 天灾人祸不断，动乱冲突频繁，就其根本，均是人心不善所致。人心不善，根源于书诗圣贤教诲，使人心趋向自私自利，而莫之回头。是故，古圣先者无不教导人民。 以孝敬父母、奉事师长的赤子之情，见此扩充为对一切众生的真诚爱心、道德仁义，故知孝敬存心、知恩报恩，确实是成圣成贤的根本，是息灾灭祸。 万善万德的起始，是幸福人生、和谐世界的源泉。我们深深期望，学佛大众皆能发大愿心，为社会、为众生做最好的榜样，使人心归向纯净纯善，化灾祸于无形。 世界恢复真正的安定和平，唯有身体力行老师的教诲，才得报知遇之恩，少分耳。西元二零零七年二月于香港，缅怀师恩，净空法师跟随张家大师。 学佛的因缘，张家大师是净空法师学佛的第一位老师。净空法师接触佛法不到一个月，就承蒙邻居敏孟经，清末蒙族的一位亲王，人称闽亲王，介绍他认识张家大师。 当时，净空法师二十六岁，尚有工作，因此只有星期天可向张家大师请教。张家大师非常慈悲，每星期为净空法师授课一至两小时。净空法师接受张家大师三年的教诲。 奠定往后修学的根基，其恩德永至于净空法师心中。今摘录张家大师对净空法师发人省思之教诲如下：学佛从哪里学起？我初学佛的时候。 第一次遇到张家大师，我就向他请教。我说：“佛法好，每个人都晓得，但是从什么地方能入得进去？我们总希望很快就能得到。”他老人家教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 我再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他告诉我：布施，放得下就是布施；看得破就是智慧。这两个方法是相辅相成的。欲肯放下，智慧愈增长；智慧愈增长，放下愈彻底。 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布施学起。不但身心世界能放下，最重要的是要把分别放下，把执着放下，把妄想放下，心才能真正得到清净。如何学佛？ 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就教我念《释迦普释迦方志》，这两部书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知道佛怎么存心、怎么生活、怎样待人接物，才能学佛。 如何过自在随缘的生活？我在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真正发心学佛，弘法立生，你的一生自然有佛菩萨照顾，什么都不要操心。这句话很有道理，什么念头都没有。 心地就清净了，心地清净，自然就放光明。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张家大师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说，有很多人求了没有感应。 不是不应，而是他求的不如法。如理如法的求，一定有感应。如何忏悔？张家大师教导我忏悔法门。什么叫忏悔？能够发现自己的毛病过失，这在佛法里叫开悟。 悟了之后，把毛病习气改正过来，这叫做修行。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实质是什么？做到。 如果我们只是形式上皈依，而没有做到，佛绝不承认你是他的弟子，护法神也绝对不会拥护你，因为你不是佛弟子，你不是真正的善人。嗡阿哄的真意，净空法师。 曾向张家大师要求墨宝，他老人家用藏文写了三个字：嗡、阿、啊、哄，大师解释：嗡是身，包括法身、报身、应化身；阿、啊、是口，哄是意。我们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要保持像莲花一样清净，出污泥而不染。如何做到和睦相处？张家大师跟伊斯兰教的首领关系非常密切，非常友好，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协助。 我跟他老人家三年，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是什么原因？是教育能够与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和睦相处，不是政治的力量，也不是军事的力量，科技和经济也都做不到。 只有教育戒律是佛菩萨的生活水准。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圆寂的时候，我在他火化炉旁边搭了一个帐篷，我在那里住了三天三夜。那几天，我认真的想，我跟老师三年当中。 他教了我什么？戒律很重要。这句话印象最深刻。为什么张家大师强调这句话？因为戒律是佛菩萨、圣人的生活水准。我们要成圣、成贤、成佛菩萨，就要跟他们。 达到相同的生活水准，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才开始读戒经。戒经的原则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善恶的标准不是依世间的人情世故，那是会改变的。善恶真正的标准。 是与自信性德相应，也就是与清净平等觉相应，所以是不会改变的。如何持戒？我在最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就告诉我：“戒是基本，学一条就受一条。” 他不主张到戒坛去受戒，而是教我自己去读，哪一条做得到，就发心做哪一条；做到之后，再发心做下一条。这叫真正受戒。净念相继，念佛功夫不在口念。 而是心中有佛，真正念佛人，在工作应酬中，佛号也不中断。但是念出声音，妨碍他人，所以金刚持是最好的方法。口念佛，但没有声音，就是金刚持。 张家大师就是用这种方法，他接见任何客人，除了说话之外，手上掐念珠不曾中断，口里持咒也不中断，真正是二六十中不间断，这个难得。什么人？ 有资格学密宗。密宗是大乘佛法里面最高层的一个阶段。什么人有资格学密宗？张家大师说，要从戒律学起，因戒得定，因定开会，会开了之后。 才有资格学密。换句话说，定慧没有相当的基础，实在沾不得。知难行易，张家大师教导我，佛法的总结论就是知难行易。明了很困难，真正做到很容易，真正理解。 没有做不到的，凡是做不到的，决定没有理解。教学的善巧，我佛学的根底是跟张家大师那三年奠定的。他规定我每个星期天跟他见一次面，时间两小时。 单独给我讲佛法，两个钟点里，大师真正跟我讲佛法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十分钟，其余时间他就看着我的眼睛。以后才晓得，这是训练定。我一生当中亲近很多善知识。 张家大师用的方法巧妙，我完全被他那种气氛摄受了。他讲的开示虽然简短，却很有力量，听了之后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确受用。伏鸾的真相，我初学佛的时候。 请教张家大师有关伏鸾的事情，他告诉我，那是灵鬼假借佛菩萨的名义，冒充佛菩萨。他也想修善，多半是劝人断恶修善，但是小事灵验，大事就不灵了。 张家大师告诉我，因为慈禧太后和满清政府的王公大臣都相信服鸾，以至于国家的决策都不敢做主，都取决于服鸾。所以，满清亡国就是亡在扶基上。 心静自然凉。李炳南老师说：“张家大师的境界，我们不晓得，但是最低限度，我们可以从外表观察到他得到清凉自在。因为西藏的喇嘛衣服很厚，在台湾的夏天。” 他还是穿那么厚的衣服，而且鞋子像靴子一样。别人穿的单薄，还要扇扇子，他从来没有扇过扇子。有人问：“张家大师，你热不热？”张家大师说：“心静自然凉。” 张家大师的身教：一，张家大师行住坐卧，真的如佛经上讲的，常在定中，而且言语非常简单，音声洪亮，让你听了他的话，永远都不会忘记。二。 张家大师当年在世，虽然是政府里面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跟我说过，我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他们拉着，没有法子，只好去应酬应酬。他心清净。 绝对没有这些虚荣的念头。三，我跟张家大师学佛三年，三年当中，我不曾对他供养过一分钱，反而有时候上课上的比较晚，中午他会请我吃饭，如果有一次两次。 没去上课，他就会找人来看我，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还是有别的原因？他这么关心，我就不能不去了。所以，真正善知识是非常慈悲的，张家大师。 市集五十周年纪念册，源远,远流长。